起让你那么痛苦。其实我很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。你这额间的西兰花怎么开了一半？一百年来也没什么里头，可一见弹弹全花。师兄，喝茶。你是下毒吗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心里无时无刻都在想你。你的命定之人是赵坦坦，但是能不会像其他的命定之女那样顺遂。西兰花之咒，花开五瓣，便是此人堕魔之日。师兄，你坚持住！不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能够一起度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所有缘分都能修成正果的。有的选择，即使再难，也必须趁早做。我的喜欢会给你带来厄运，我宁愿一切不要开始。